嗨，各位小伙伴，你们好呀！我现在冲冲的车上，今天我要和冲冲去杭州长乐林场。前方红绿灯路口，请直行。不是，他万一攻击你呢？对啊，他反应很快了，我跟你说。冲冲啊，你看我这个包眼不眼熟啊？这不就我那个吗？嗯。我们得翻过这条小河，这个河在对面，不是很难的操作。这是村民为我们搭建的一个入口。欢迎兄台。哎，这种小时候我敢抓，我现在我都不敢抓。你看我抓到一只。嗯，晚上可以砸这个。我们虽然没有吃到蛇，啊，也没有吃到牛肉，啊，也没有吃到鸡。但是我可以请你吃蚂蚱，可以油炸蚂蚱。你先抓个一盘嘛，不要抓一根。一只也可以，我不怕费油的。好的。甘霖水库，这个林场又叫长乐林。听着就感觉好喝。嗯，这个水应该是那种饮用水源嘛。看，我捡到一个松塔耶。嗯。如果假设我们把那个蛇，还有路上那只鸡，还有那个水牛，还有这个松塔放在一起，嗯，会变成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估计吃不死人。嗯，很补的。好的，它松子是这个里面的吗？松子应该没有了，它只是松塔。松塔跟松子什么关系啊？好像有些松树它不长子的。哦，其实我刚刚一直想在百度上问一个问题哦。嗯。就是如果假设你在路上看到一条蛇，嗯，你第一反应不是害怕，而是想吃它，这正不正常啊？应该不正常吧，因为看到它，我第一反应就是。看一下遇到蛇会不会有什么吉兆，会不会发财？好事吗？对，喝点水吧，水质比较好。混蛋！多喝热水。我不喝，吃肉肉肉，上去抓一个什么？我就觉得这地方可以，湖旁边都是人，湖旁边会平一点，这边可能割屁股。没关系，我们有地垫嘛，可以，那就试一下。冲冲决定换地方了，因为这边感觉就好像还就是你心疼你的屁股就直说吧。啊，可以，因为年纪大了嘛，屁股伤不起。但是，再逮蚂蚱吧。逮蚂蚱，你逮吧。冠军是你的，比不比冠军都是你的。妈耶！你看，我逮到一只青蛙耶，旁边还有个虫子尸体。走吧。我带了地垫耶，我等会叫你坐，一杯奶茶一小时。我最近被蚊子叮了，就全都是红色的。还好我没有，还好我穿了长裤。干，保护好自己的大腿，还要保护好你的屁股。对，男人做男人不容易。果然。三，这是你的包吗？对啊，我的包呀。这啥颜色啊？这不就两个颜色吗？没彩金。看着还是我的包好看一点。果然，我觉得我的包好看一点。你里面带了啥？我翻给你看看。可以。看看妹子带的是啥。这个包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看冲那包好看，然后我就去找他们瞟了一个，我把牌记下来了嘛。结果我感觉我用了这么久，就是没有冲冲用的那么干净。然后带一个 switch， 嘿，还有一台雷蛇笔记本。我这边还带了一个松下记忆白。我带它来干什么的？我这次带的东西就很轻度嘛，要带很多的话背着会比较重。今天主要就出来玩的。我这边包已经给你看过了，现在该看你的了吧？可以展示一下我的宝贝。
你怎么觉得小伙子你话里有话呀？啊，没有话没有话，我也不是小伙子，我们是老伙计。哎，冲冲，你这个内胆也是绿的呀？我以为是黑的。嗯，绿的其实挺好看。介绍一下我的设备，所以我用的是五 D 四，然后五零定焦。你为什么不盖镜头盖呀？因为镜头盖掉了，上次拍妹子掉了一个镜头盖。没有，这其实也不是特别富，这个也就过过生活。你看还有个闪光灯，闪光灯，嘿嘿，阳光照你看，硅胶的，你看。哦，这是磁吸的吗？对，所以比较方便。这个也挺好的。好的，来一张，好，可以，大力水手再来一张，好的。就是上面的脚再往前踏一点了。好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。电池没电了，我们再换一块电池吧。我们刚过来的时候呢，天还比较亮嘛，就在这里休整了一下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冲冲说，就是他包是他自己买的，然后我是找 PGY Tag 票的。我这个毯子就随便裹一下了。现在时间光线什么都差不多了，我们要赶紧拍照了。那里好多狗啊。这边人怎么这么多？西湖滑翔伞。哦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等一下哦。好的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找个小树林拍一下。小树林？对，带你去小树林。你跟摄影去吧，再见。啊。好。小树林到了。今天好早来，看见你妈摇桥牌。跟我们那边不一样哎。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你们是什么？什么？好，走近一点，拍个半身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珊珊，你平时都带这么多东西吗？啊，不会啊，平常带的东西比这多多了呀。那还不是我背。哎，我没事了，我回头把我这个包给你背嘛，这个包背起来很轻松。PGY Tag 的包，这也可能是它方便的地方吧。树也是有生命的，万物，对吧？皆有新陈代谢。对，它吐出来的氧气被你吸进去，那就是它的排泄物。啊，也可以这么说吧。逮到一个怀孕的母蚂蚱哦，不对，就是你们知道吗？我那个包竟然可以带保修，好像是全球保修，在它侧面那个袋子里面吧，是保修凭证。可是我感觉它很结实，除了被我操的有点脏以外呢，有什么需要保修的？